车祸现场拍照录影五原则：车祸发生无人受伤或死亡，汽车尚能行驶，应尽速拍照后将汽车移至路边。一、全程注意安全。二、在事故地点后方适当距离处放置车辆故障标志。三、拍摄全景，记录车辆终止位置，以标线为参考基准，将周边固定设施如标志、号志等一并摄入。四、拍摄碰撞点、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。五、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，应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之安全地点。人没事，车能动，自行拍照，尽快移至车辆就对了。